当然了，霍家庄后山最近总是有患难，商人无数，显然来出师的。听说是个很了不得的显赫世家呢。闪开！好久！喂，你前到李成吗，吕大爷？ 这不是墨家那个疯子大少爷吗？这疯病还不是给逼出来的？这墨家人也太狠了，真是可怜。哎，是是。久闻仙门世家子弟个个少年英豪，今日一见，哎呦，果然是仪表堂堂，气宇轩昂，意气风发，英姿飒爽，人中龙凤啊！莫夫人。 你之前说墨家庄后山的走失是最近才翻烂的，是啊，有些都侵扰到庄内了，而且这两天呀，还来了些仙家高人，说什么野猎。啊，修仙者喜游历四方，除魔降妖，妖魔鬼怪又常在夜间出没，故有此名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 其实小儿啊，也从小就有除魔降妖之念，其礼仪得体，聪明过人，颇有修仙的资质啊。哎呀，奈何一直没有机缘。你讨厌的墨玄羽，正是仙过仙仙门法术的继母啊！你一定要替我打他一顿。他打你了，有没有伤着啊？仙人见谅。 哎呀，不得无礼！喂，你不能进去！走开，走开！站住！拦住他！停下！别跑！别跑！停停停！抓我呀！抓我呀！当心！卷云温魔，居然是姑苏蓝氏的秦卷子弟。 真是有缘呐！是不是你把我的东西藏起来了？你别到处摸呀！来人呐，快把这个疯子赶出去！我不出去，不出去！死疯子，再不出去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要出去也行，你让他先把偷我的东西还回来。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偷过你东西啊？哎，对对对，你没偷，你是抢！ 光抢还一般三纲的来抢，呸！不要脸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这位公子，有话好说。滚开！仙师息怒。 小儿无端被人污蔑，实在是气着了，才口出恶言的。还有那墨玄羽，他这儿有些不好使，常说些胡话，不能当真的。谁说我的话不能当真？谁今后再偷我的东西试试，偷一次我砍他一只手。你给我闭嘴！夫人家事，我等不便多管。只是太阳已快落山，眼下招阴除湿一事更加迫切。招阴除湿。 请告知庄内所有人，傍晚以后紧闭门户，不要靠近后院，更不要动招阴阵内任何东西。